都是夏雨冰的，我已经替他收拾好了。这些药你让他记得按时吃，剩下的我会让阿广送过来。站住！你明明喜欢夏雨冰，为什么要和他和离？你想多了。我想多了，不喜欢你送他簪子，不喜欢你去破庙救他，不喜欢你整天送什么药啊！从头到尾，他都只是我的病人，我关心他，只是出于医德。若是因此产生误会了，对不起。徐子言，你这个混蛋，今天我不会放过你！哎，住手！三妹，这个负心汉就交给我来处理。长姐，我自己来吧。三妹，你刚才是输人不输阵。徐大夫，谢谢你啊，药我会按时喝的。哦，还有，虽然你昨日说了店铺给我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还是立个字据吧。自然。少爷，老药师闭嘴。许大夫果然言出必行，不过你的诊室还在这店里，恐怕日后我会搬走。没关系，你只要交房租就行了。不用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尴尬。你就这么不想见我是吧？阿广，去把你家少爷的东西全都给我收拾出去。少夫人，我不是你的少夫人，不要叫我少夫人。日后你住在何处？若是没地方的话，我可以。我现在住在表哥那里，不用徐大夫操心。薛木，住在那里不是长远之计。是吗？至少表哥不会突然把我赶出去吧？你说的对。阿广，东西收好了吗？少爷，这起码要收拾一下午。你先收，我走了。不用走，我帮他收。